安尼吼，阮今仔日虽然有遮尼啊侪摄影机，你就当作你家己是艺人就好吼，参加我们的记者会。但是我们今天不发问，全部拢袂发问，因为人无走甲无买。啊，就加去坑咧，人做你走去啊，对无？今仔是要走去看电影，还是看迄台？看美女啊！哈？看美女，拢看迄台美女啊！阮遮都拢是男的，对啊，对无？啊，你的迄台咧？你的台咧？你是即台啊？弟弟，迄台甲塞，甲塞落倒。你来马上背头像啊，过来。好，来，啊，咱今日来到咱现场吼，最主要咧来恭喜的是咱六班天雄新庙，咱的老国宝，以及咱六班天雄新庙，咱的少年国宝，用大官西信南千秋吼，咱刘进行千秋这个大好日子，再次感谢咱张董事长张进福先生，以及咱的四女陈金玉先，咱的小姐吼，诚心敬意安排咱的空路节目来给阮搭设新温邱新奇，谢谢你哦。来，啊，我们的小弟吼，要抽出来到贵宝地，较气氛呐吼，对现场的来宾较无熟悉，你嘛还真要得第一界看到无？水无？毋捌看过吼？对啊，知影你要来，我专门介绍这幼稚哦，你熟悉安尼啊？闭起来，闭起来，对，闭起来，我嘛无爱看你啊。好，来唱歌，小弟来唱歌，唱歌，来，老师卡达车。短短爱，快乐又过的时间，阮的春情梦为你每天留伫这，欢欢喜喜陪你做阵行。细呀细呀细，细了咱的爱，大呀大呀大，大着青春甲期待。
来介绍阮的小戴吼，第二首歌听的歌叫做王世贤的《脚踏车》，那么直接呢来祈求咱的老板。